柯志恩认为说 Face 是民进党的神助牌，这应该是让民进党自己来讲，你怎么会去替另外一个党去说他的理念是什么？应该让民进党自己来说明就好了。那在民众党的立场是支持 Face。 我跟你讲哦，其实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哦，从2000年前刘邦进关中，以民约法三章，杀人者死嘛，伤人及盗底罪。其实这个是一个很传统的文化，要改不是那么容易的。事实上在台湾历次做过民意调查，你知道吗？支持死刑的还是85%的以上。在台湾任何公共议题，你知道吗？从来没有一项支持度这么高的，所以这个问题要克服。虽然我知道了，因为特别是跟欧盟国家有谈过的话，欧盟国家的确是很坚持会死的，然后也。这样给我们外交部也很大压力，但是我觉得每个国家每个国家的文化，你知道吗？这件事情，民众党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意见的，但是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在台湾民意的支持度还是很明显偏一边的。